中方对美方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? Yes. You are. That's the commitment we made.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。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，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。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。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，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。